乃至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境，进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一元十二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即一万零八百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伏羲是代理佛五百年，即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天成就丑会辟地一万零八百年，地完全至位会数景至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魂顿清气，生为天盘不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湖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湖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淫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极动黄极坤前，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occ/occ-2/。意图像极生化五万点 JPG 天际成地际里万物西北东土里无人烟缺少女男天地际成万物以其背这就是向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是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烟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结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胎佛子一起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拆元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置凡于是老母娘每次拆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九三山坡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九在三山坡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持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恋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元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仙衣邪交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再是林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邪交给元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将林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和隐星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脖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掉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掉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寂请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
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叔皇母训子师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疑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和同父语。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元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灾厉人焉。从此皇母之元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不风湿名利图煎熬，安的闲于不，至今时区只算60000年，载美享而再世苦母心难安。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0000年了。自营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0000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0000多年，今时下运已至为母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渡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办理末后一浊的普渡收缘。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礼时修一礼，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依人一出错，一礼是良心二行功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回应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休本尊与分身关系。On call. 资料来源网址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confron1_cas1zmsoc/view prefequals2n+equals1n pagd=10954891540476744830 5 ndrodu cdi will and do dao.html
先天大道简介中英最早 http://www.cloud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6/c63006.htm Introduction to DAIL 先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DAIL 中英最早先天大道简介一和为先天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道是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和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去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判之初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